봐봐. 오, 기나리 거리 뭐 도둑을 버리지 않더만. 시대라. 아빠가 쇼곤이 떡나. 왜 깨보아지가 시간 보이리? 홍심나. 와, 저거 와, 가기. 대너 시디야. 님도 쇼곤이가 쇼쇼쇼 능을 랑디에 추워도 오벨지 않네. 응. 好啦, 我知啦. 爸, 我先去无影啊, 先不跟你讲啊。嗯，好啦，我照顾家己，你嘛是哦。嗯，拜拜。来吃。即摆是上班时间，你走出来买咖啡，搁遐敲电话，你是把阮公司当作是纳凉的所在？你是不是袂记啊？你即摆已经不是天虹集团的大小姐，是阮公司一个小员工。总经理，你误会了啦！我这时间外出是去替你处理顶个网友爆料风波，我去做收尾。我陪伊受伤的员工去陪伊做回诊。伊只是手受伤，啊，毋是脚断去袂当行啊，创啥需要你陪啊？这是咱答应伊的赔偿条件之一啦。迄当初我有向你报告，你嘛有答应，敢毋是？总经理。但是无什么吩咐，我先等你做代志啊。我来吃。我甲温准，你当离开啊？你拄来公司上班，对阮公司的规矩无啥了解啊？看起来我应该教示你一下，让你知影什么何做尊重总经理。总经理，我来吃，想去无完工。我会负责教伊啦。何爱姐，我唔是甲你讲，今日下班之前爱甲报告交我，我唔紧去处理。是经理，我即马随等一下。总经理，爱姐拄来公司上班，真济未到，还阁无够清楚，你莫甲伊计较，我替你会解释的。可惜嘿，你莫假尊讲我唔知影。在你的心肝内，你一直把何爱姐当作是大小姐。要唔过我提醒你，你即马伫世界集团上班，你的头家是长。是阮爸有风度，阮只旧员工够工课当做，所以你应该知恩图报。千万唔通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知吧？这点唔免总经理提醒，我会记在心肝内。把是好的人，才活了久。听讲，文副总要回来。安怎？你即马甲遐记者是同款？拢亚尊讲，迄个人会当来接手世界百货。总经理，你误会啊！我是久久无看到文副总，想讲，伊可能会转来百货公司行行啊。啥都要搞差！我会赶紧把代志压落去。恁来这么无路用啊！今麦公司的股东跟董事拢对你真不满，拢在讲你歹话。我手机啊内底讯息捌停过，为着要保住你总经理的位置，我阁请董事吃饭送伊礼物。结果呢？你从啥？直接塞进去！卡得好，瑞德。甲伊讲，我生日就要到啊，叫伊回来吃团圆饭。
温瑞德，你真正阴魂不散。我明明叫你拼命，想要证明我家己，是安怎伊每一个人拢希望你能赶紧回来？袂用的，我一定赶紧做出成绩。啊！若无这个位置，就真正会让那个 BP 有个阴天的狐狸抢走。叫客户的无人拢给我死过来！你来，总经理找阮客户的部是有啥物吩咐？你是把我的话拢当作是耳边风哦？刚讲你客户的部就剩恁三个人，阮办公室即马就剩阮三个，因为有人请产假，有个人甲厂商开会，前一阵啊，阁有几个人辞职。今嘛还阁找无新的人，拢是借口。是安怎？不是讲你客户无无能力啊？才甲活动办甲乱七八糟，和业绩一点成长拢无。若是继续安落去，我看归去你事情卖做啊，安尼才袂拖累公司啊。总经理，一间公司营运的成败，袂当干那怪一个部门。这几年，咱公司的业绩一年比一年较歹，嘛极有可能是高阶主管的营运方向需要调整。所以你即摆意思是，我这个总经理的决定是错误？要唔过，高阶主管在做决策的时阵，还是说下开员工提供情报资料。虽然讲阮客户无即马人无够，真侪人离职，也毋过我是足认真、足拍拼伫咧想办法，想要改变大家对咱百货公司的公安疑虑，啊，佮有改善公司的形象。好，你讲你真认真、真拍拼，那呢，佮有任何新的想法？无嘛，所以我要这个主管负责任，敢有毋对？总经理讲的有道理，那你讲看卖，你要哪负责任？我愿意主动辞职。袂用的啦，你袂用辞职啦。你总经理也是我总经理啊，是安怎你能替我做主啊？总经理。不是我要挑战权威，只是你不知道现在客户部已经每一个人人心不安啊。若是你在这个时候把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临时这样换掉，你要叫大家怎么安心上战场？还是说你认为这间公司已经没需要客户部，想更多更好的客户案来提升业绩，整个这个部门解散好啊？若是不要解散，你们就要做出成绩，公司不是饲员工白了米的。那是安尼，可不能请总经理给我们一挂时间。我绝对当证明客户部不是薪水小偷。经理，这何爱家真正唔知死活呢，搁甲总经理硬吹硬挤，是要甲咱害死哦。何爱家，看你这么有信心，我就给你三天的时间，敢有够？这已经是我最大的忍耐了，所以现在你去把行销计划写出来，若是没写出来不准下班。安怎刚才大社会说太紧了，现在后悔了？可是这是总经理的要求，我们客户部绝对会尽全力去做到够。我也是，虽然我是新进员工，我也赶快全力以赴。
了。